我是孙一涵，我在《双镜》中饰演的是女杀手严威，在《乔家儿女》中饰演的是叛逆少女文娟。今天呢，我来参加虎场的新同事考核啦。在《双镜》中，有观众看到你在剧中暗室里配备的武器，说你是民国版的王牌特工，还有人说你是女战狼。你更喜欢哪个比喻？为什么？女战狼吧，就是比较，其实都像，反正就帅就完了，反正就帅就完了。幼仪容易给人一种傻白甜的感觉，你眼中的幼仪是什么样的呢？我从来没有觉得她是傻白甜，我会觉得她特别惹人可怜，因为我在认识她之前就知道她老公出轨这件事情，所以在我认识她之后，其实就是特别想保护她，也是想两个人其实也是在互相救赎。幼仪对于严威而言是什么样的存在？反过来呢？幼仪对严威来说是真正的让他知道这个世界上什么是朋友，就是你可以除了自己以外，你还可以跟别人一起生活，跟别人一起分享。我觉得对徐幼仪而言，严威比较像他自己也说过，就是比较像他最初一开始的自己，所以他也是想保护严威，所以两个人其实都是在暗地里保护对方。都说幼仪是西渣男体质，那你是什么体质？我是排渣男体质吧。排渣男体质。看到有很多网友说你跟幼仪是双女主之光，对此你有什么想要回应的吗？我觉得其实也是我们俩的荣幸吧，就是可以演到一个这么好的一个剧。至于说是双女主之光，我们也不敢自称，但是我是觉得我们能做到我们自己做的最好了。我们也特别喜欢这个剧，所以也希望大家能有更多的观众能关注到我们这个剧。剧中幼仪会对严威撒娇，严威可以模仿下徐幼仪撒娇吗？他那个什么猫猫撒娇，他每次他一撒娇，然后弹幕上就出来猫猫撒娇，还有几个表情经典的，第一个是，就是他一笑眼睛都没了，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他撅嘴，猫猫生气，猫猫撅嘴。我们这边有一个撒娇的片段，你可以模仿一下。登录新浪微博，关注我的同事是明星节目官微，观看精彩短视频，参与我的同事是明星话题讨论，一起边看边聊。也请关注搜狐视频、搜狐视频 APP 观看更多节目内容。没有花露水，没有亮发膏，没有艳眼水，没有玫瑰精，没有羽绒粉，连雪花膏都没有。那我找你什么？小艳艳，小薇薇，艳薇，你怎么那么啰嗦？周恒都没你啰嗦。以后得让他来演我啊！好，如果他来了，我们一定会让他来模仿一下你。当时你看到幼仪对你撒娇时，你内心的 OST 是 ？Oh my god！ 就吸了一口气。就是人还可以这样吗？除了自己的故事，你更想过谁的人生？为什么？其实我还挺想过徐幼仪的人生的，因为她人生其实还挺丰富、挺精彩的。她也是从一个贫穷的一个小巷子里出来，然后有初恋，然后又嫁到豪门，经历了各种事儿，最后最好的是遇到了严威啊，所以还挺想当徐幼仪的。首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《双镜》这部剧吧，用三个词概括严威是一个什么样的人。《双镜》这部剧呢，是特别爽，然后特别快节奏的一个双女主的一个故事，有悬疑，有爱情，有亲情，希望大家能多多关注。在我饰演的严威身上呢，你可以看到有冷酷，也有温暖，也有算是情窦初开，但是他的情窦初开那个方向呢，也是大家可以自己去脑补，自己去想象的。严威一出场，弹幕上好多人都在夸好帅，你有没有有意识的去设计一些很帅的表情或者动作？其实没有，因为我觉得严威他就是一个很干净很利落的一个人，他所有的小动作小表情全是跟徐幼仪在一起的。在一起的时候他开始有自己的思想了，包括是对他的一种感情跟他的一种交流。有粉丝管你叫老公，还有人管你叫老婆，对此你想说？我真的挺荣幸的，也真的是很荣幸能成为你们的老公或者是你们的老婆，太难得可贵了。你有没有更偏向于喜欢哪个称呼？其实我还都挺喜欢的，就像他们说的什么可盐可甜又奶又 A， 我觉得他们太厉害了，就这些形容词很贴切。之前你有说过你很喜欢看吐槽的弹幕，其中让你印象最深的是哪个？印象最深的可能还是看周恒吐槽的会最多吧，就是我上面两集刚更新的时候，就是看到他和那个谢一范两个人，这两个人在那互呛，说两个人他们说的是两个局外人在讨论
论自己怎么的。当时我就看那些弹幕，我真的是眼泪都要笑出来了，说两个局外人真的是来一壶酥油茶吧，说他们也是奇奇怪怪的 CP， 然后他们两个吵架的时候隔得很近，弹幕就说亲一个。如果让你给粉丝们吹个彩虹屁，你会说？其实我都不能说是彩虹屁了，因为是真的很想夸夸他们，就是他们做的那些物料呀，他们包括他们自己的二创视频啊，都太好看了。然后也看到他们特别努力的在宣传我们的剧，也希望就是能有更多的人来看到我们的剧。我觉得他们真的做得很好。知道许由仪和闫蕾的 CP 叫微微一笑吗？当然知道。对磕两个角色 CP 的粉丝，你有什么想说的？更多的是感谢他们，我觉得他们也是让我们看到了，我们也是在被认可，所以其实他们给我们的也是一种很大的一种激励，一种鼓励。我也看到他们在很认真很努力的去做一些事情，真的很感动，所以我们也会尽我们的所能去回报他们。给你们的 CP 想一句应援口号吧。微微一笑我心雀跃，不是太押韵，我觉得这些押韵的这些口号肯定他们想的会比我们更重。这句话非常的切合你。有粉丝对许由仪和闫蕾两个角色的剧情有很多的畅想，写了闫蕾和许由仪的 CP 文，下面我们来读一下并且评价一下吧。这个太多了，我都看到了很多。所以你私下也是会看的是吗？对。许由仪醉得有些倦了，他靠在闫蕾的肩上睡着了。闫蕾有好一会儿是不知所措，不敢动弹。他平生都没有人那么近的缩进他的怀里，近到两个人的温热的呼吸都可以缠绵到一起。他过惯了在战场上厮杀的日子，朋友说他是天生的战士。闫蕾在看见一个人的时候，会不由自主地想到好几种置这人死地的办法。他能够透过皮肤肌理看透人流淌的赤红血液，苍白的骨骼与胸腔里跃动的心脏。哇，描述的太好了吧，作文应该是满分吧。但他从没有这么看过许由仪，在闫蕾眼里，许由仪永远只是许由仪，和那么多一眼就能望到底的人是不一样的。但到底是哪里不一样，他说不出。哇哦，这个感觉就好像是看着一张我们的截图，然后自己写出来了，挺棒的，挺棒的。有看过这段吗？之前没有哎，因为真的太多了，挺多不能读的，挺多不能读的。你和张楠第一次见面时对他的印象是怎么样的？现在呢？第一次对他的印象就是很高，很高冷。他对我的印象好像也是。然后后来我们两个在现场熟悉了之后，发现两个人都挺能聊天的，就都挺能唠的。那两个人私下相处是什么样的模式呢？会不会一起吃饭逛街？就之前有看到粉丝偶遇，你们俩一起去迪士尼玩，你们俩那次是怎么想到一起去游乐场的？那次是因为正好他要来上海，我们有一个工作，我们在一起，我们就说，哎，那正好难得来一次上海，我说我就带你去玩一玩吧，就请他吃饭了，吃了饭，然后我们去迪士尼逛了一圈。我们俩其实平常也经常会自己私底下出去吃吃喝喝，逛一逛，然后吐槽吐槽，八卦八卦，就小女生的那些事情嘛，对吧？那你们俩聊的最多的话题是什么？我们俩聊的最多的话题，现在应该是微微一笑，他们又磕出了什么东西。其实我们自己也会看着，自己也会磕，磕上头了，门牙都要磕掉了。你们私下怎么称呼对方？微信备注是什么？从拍戏前到现在有没有变化？我们俩称呼就是我叫他就是叫楠楠，然后给他微信备注就是张楠，然后加上他的生日，好像也没有变过，就是从一开始认识的时候其实就是这么叫的。那如果让你们俩组一个组合的话，分别是什么担当呢？我觉得我应该是体力活担当，他应该就是动脑子，他是头部，他是我们的思想，然后我是我们的肢体。18岁时凭借处女作电影《我心雀跃》摘得最佳演员，这个成就对于你来说意味着什么？这个成就其实对我来说，其实就是我确定了自己要做演员这个事情，就是给自己更加坚定了。那以后你还想尝试什么类型的影片？然后会不会再出演双镜同类型的电视剧？双镜会有第二季、第三季啊，所以同类型就大家可以期待了。然后其他的话，我想演个古装剧，给自己立个 flag， 会实现的。那双镜的第二部、第三部还是由你们俩来演？那要换人了。谁看呀？换人了，谁看呀？
有点过分了，太自信了这个回答。未来会不会想演那种战斗力爆表的角色？就是看你演女杀手扛枪特别酷，还被叫女战狼。有机会会不会想和吴京老师合作？真的挺想的，因为我觉得真的就是女孩去做一些，我自己在双镜里面有挺多这种打斗的戏，我觉得真的挺帅的，就是也是给我们的观众带来一种新的一种审美观。我就是觉得女孩也可以很帅。那你如果有机会和吴京老师合作，是想挑战什么样的角色？想挑战他的手下吧，就是也跟他的徒弟也行。就只要能和吴京老师合作就都可以。披荆斩棘的哥哥现在很火，你有关注吗？有关注一点点。那你有没有 pick 的哥哥或者舞台？我还挺喜欢言承旭老师的，因为我之前有演流星花园嘛，所以有去看过他演的那一版流星花园。虽然我演的是藤堂静，喜欢的是花泽类，但是不冲突，对吧？所以你看他那版 S 的时候，你是 pick 了那个道明寺，是不是？我觉得道明寺是所有人都会喜欢的。通过重重考验，我的挑战也通过了，我现在正式成为虎厂新同事。更多的精彩内容与福利，记得关注我们的搜狐娱乐和我的同事是明星。拜拜。